能够以铁道兵还有击剑人为题材拍出这么好的电影，我看了以后啊都非常支持，非常感动。你说啊，这片呢是大灾难的片，但是在我们击剑人当中遇到这些事啊是全面的，是经常有的，是什么涌水啊、原爆啊，还有地震灾害啊，是经常遇到的。还有一个呢，这个为了这个救灾，我们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我们部队啊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我们也救过人，这个跟那个很现实啊。另外一个呢，我的生命能够有今天，已经快80岁了，我要感谢我们的战友，在乡一乡推道里面遇到塌方的时候，我们是往上爬啊，看到上面的这个三节电筒是照不到顶，有塌方的危险，结果呢我们的战士很有经验，一看到以后啊说要在大塌方了，一下子把我锁拽到一个大石头旁边，泥石流就从旁边过，等泥石流停了以后啊，我们说赶紧往下午倒跑，一看下来以后啊，这个大家都平安无事。结果呢我现在一直找不到这个拽我的人，是他给我第二个生命，我非常怀念他，祝他呢这个健康长寿。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啊你们这个导演演员搞出这个创造出这么精彩的这个影片啊，尤其是最后为什么叫风暴，尽管隧道修了10年，我们是知道啊这10年很艰苦的，但是为了保证这个县城老百姓，这个20000多人的老百姓的安全，这个舍不得就把那个这个要炸掉，结果呢又把那个山头呢炸下来了，隧道保住了，这个群众保住了，这体现呢在我们党领导下人民至上啊，生命至上，一切为了人民这个宗旨啊，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谢谢陈老，我还想陈老，你把话筒可以交给陈老吗？陈老还想问您一下，您看完我们电影之后，您觉得黄志忠老师所饰演的老铁道兵怎么样？您太像了，原来我一看你好像跟我年龄差不多。太像了哈！我当过铁道兵，这句话太感人了。还有他的儿子演得很好。哦，谢谢。我的儿子，还有这个项目经理啊，非常果断。项目经理啊，在那个时候关键做什么决策，对不对啊？跟现场的项目经理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对，太真实了。谢谢。另外一个，看到这影片呢，会唤起啊大家的共鸣。现在中国不是基建狂魔吗？是不是啊？这个我们中铁建应该是狂魔的狂魔，狂魔的狂魔，对不对啊？另外呢，更珍惜啊，基建人更尊重基建人，这是应该是个领导，就是要修了一个钢铁，好能说，我的要打通隧道，我觉得建一个建筑非常容易啊，要跟自然界做斗争啊。看到这两个就会体会到了，还在等着呢，马上结束了，要非常珍惜啊！就讲这么多，谢谢。每场间隔20分钟，谢谢谢谢您对我们电影的认可。黄忠老师听了这两位老兵的分享，我相信您应该是感触颇多吧？真是，哎呀，这是咱们中铁建的主场，是啊，有一种非常亲切的这种感觉。自从演了这个电影，我觉得我也是铁建的。张先生，我们在开机之前，我们在下声时候，我跟您面对面的交流过，您还记得吧？是，从您身上，也获取了很多的营养，在这也向您表示感谢。哎，完了，又开始了，你就别 Q 吧，真的别 Q。谢谢您。我想对您说的是，即使我们这一代老铁道兵脱掉了军装，但是我们的底色永远是军人。啊，对，
对对是是是是吧？对，但是那个什么乐队，对对对，零点乐队，零点乐队。确实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把这段故事老铁到兵，把铁建人的这个精神啊，拍成这个电影传递出去，我觉得意义重大。嗯，好，也别说太多了，就以一个剧中的曾经的老铁到兵这个军人的身份，向我们过去的老铁到兵和现在的中铁建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致敬。对他很少穿，嗯。谢谢，谢谢我们的黄振中老师精彩的演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导演有什么话想对大家分享的。其实导演要说的东西其实都在这个片子上了。其实看是否能够打动到这个，或者是让你们相信这样一个故事，以及喜欢这样的一群人，是否会让你们认为他们就是你身边，就是你们自己。这就是我要做的一些事情，做得好不好，要等待你们的评价和。我觉得应该没有多大，但是他拍的片子就已经是谢谢很出名。所以从这个电影的体量，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摆在导演面前的工作量及压力到底有多大。今天已经非常完美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了。朱一龙有什么话想对大家分享的？拍摄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感受？我的哥哥。这次其实通过这个电影的拍摄，然后提前有去体验生活，然后跟铁建的朋友们去很多交流，然后让我更多的了解到了中国铁建人们的真实的生活。很多时候一个项目一待可能就要好几年在项目上面，然后选择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很多人都选择不回家，留在工程上面，然后正是因为铁建人这样的选择，才会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在节假日的时候能够更便捷更快速的跟自己的家人团聚。所以真的很感谢每一个铁建人，谢谢谢谢，也感谢玉龙把新一代的铁建人的风采展现在我们大家面前。最后我们来听听陈树老师跟佳佳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记得第一次体验生活在北京参观正在建设的地铁，自此之后好像经过有地铁建设的地方就觉得要多看两眼，感觉这已经是自己的家。然后之后在我们的十七局的一些实际的地点进行参观了解，和我们的真正的中铁建人成为朋友，我不断在感受你们，因为很遗憾就是没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更多的我们的中铁人、机建人，但是希望自己一点点不断地渗入到身体里，渗入到心里的那个信仰，能够把你们心中的信仰表达出来。谢谢谢谢谢谢陈老师，一百年快乐。就是觉得铁建人确实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每一次救灾中也能看到铁建人的身影，希望以此影片对铁建人表示我们的致敬，感谢你们。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主创奉献了这样一部高质量的影片，再次感谢我们的铁建人，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的繁荣昌盛，风景如画，让向世界展现我们的中国速度。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你们好吗？我们身边平凡的英雄们，谢谢。确实是，希望大家多发微博，是多发朋友圈，推荐我们这个电影。好，老铁们有机会传播出去。好嘞，来，我们就听老侯呢啊。今天确实时间比较的有限，可能没办法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我们还有更多的平台，我们的微博呀，我们的朋友圈啊，我们的各大平台都能够倾听大家的声音。拜托各位帮我们多推荐一下啊。今天咱们在现场拍两张照片，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收一下我们主创的话筒，好吗？先面对着大家，咱们先拍一张五位的照片，在我们的背板前啊，来，观拍老师来看一下，对我们集中一点。咱们拍进去，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拍一些照片哈。对，当然这些照片。